無論係 HER2 定係 HER2 低表達，治療一樣有選擇。以往患者只會被分類為 HER2 陽性或者陰性，咁喺新嘅分類之下咧，有六成嘅 HER2 受體陰性患者會重新定義為 HER2 低表達嘅。如果發現有 HER2 低表達，有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咧？治療方法包括化療、免疫治療同埋抗體藥物複合體。正面態度，抗癌路上你唔會孤單。